来吧，国服吕布，打吧，对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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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拿捏，兄弟们，刀不锋利，马太瘦，你拿什么跟我斗，兄弟？小心他妈家这个安琪下过来抓我，我得小心一点，我操，河蟹都不敢拿，瑟瑟发抖。安琪拉刚刚好像是往下走了，咱们这波，你他喵的这玄策什么意思？这他妈打野都这么玩游戏的吗，兄弟们？这给勾走了，玄策怎么有点东西，兄弟们直接过来抓我了，我都还没选择，兄弟们对吧？我都直接溜了，打他妈刺甲，我连小蝌蚪都没打，他妈直接过来抓我了，稳住稳住，装逼是真行，我操！我操，嘿嘿，拿个小蝌蚪，我操，真狠的这些人啊！稳住稳住，看下吕布空间，一副他妈一副没死过的样子，我操，敢出来吗，兄弟？你得死，扎他，赵云啊，云云，快扎他！对对对，扎他，扎他，一脚踩住，他妈这都杀不死吗？云盖儿，没扎着，没扎起来，扎起来他死了，这一波没办法，赵云没扎起来，没办法对吧？杀不了了这一波，过来把这个蓝莲花拿了吧。赵云这但凡这一波抬起来利用这个红 buff 的减速效果对吧，应该是能杀的，玄策有点东西啊，你扎死吗，扎死一个可以，这一波吕布多少是没有大招的， A2A 嗨 A2 加惩戒 A 一下，我操，一丝血，妈呀你小子他妈死不死啊，开大开大，哈哈哈哈哈哈，声控游戏兄弟们对吧，我这波让他开大他就得开大，杀不死我这波就骗他一个大招，这就是对于一个局势的判断，就这波肯定是杀不死的，咱们直接用声控对吧，逼出他这个大招，这个时候过来把这个刺甲给刷了，玄策刚复活的话肯定要打他的蓝区的，真行我操，稳住稳住，过来把这个兵线给吃了，这一波不要去反他的蓝区了，玄策这个英雄前期还是比较强势的对吧，咱们得稳一点，瞅瞅你这吕奉先妈一副没死过的样子，我操，一脚踩过来，看吕奉先的位置啊，假装往这里走，这个吕奉先没有大招的，他这波不敢出来，赵云过来其实没必要帮我出来，这小子我操，出来我操，一脚踩住 A2 起手直接打他一套，赵云进场这一波杀不死呀，兄弟有大招免伤，快走哥们儿，别死了，妈呀你他妈别来了兄弟，我操，差点把我给吓死，打不动啊兄弟们，我操，稳住稳住，吕奉先他妈的小子，我操，不出来拿他没招，哇他不出来你拿他肯定是没招的，在塔下有免伤的情况下对吧，哈哈，爹爹，真烦人，打不动我操，肚子全漏我操，在塔下还有免伤，我现在拿他没招，不要去理他了，抓紧把兵线清了，现在吕布不跟我打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要不然解决不了这个吕布的话，这个玄策对我的威胁太大了，玄策的野区的话第三波野区对吧，四分钟刷新，这一波看能不能反手他的蓝 buff、没打的，但感觉这波不好反，我操，只能乱反，现在玄策这个英雄前期咱们出的是输出装的情况下对吧，他没有露头，不要轻易去反他的野区，对我的伤害威胁太大了，稳住稳住，妈玄策估计得来，我操，阿扯一波溜了，老玄策不知道在哪，我这一波千万不要跟他打，玄策刚刚这个野区对吧没有刷蓝区，他妈没刷吗兄弟啊，死了快跑兄弟啊，别死完了，赵云红 buff 都不刷吗兄弟啊，稳住稳住，吕奉先来打打打打打打，交闪现对吧，交大招，这个位置一脚踩住 A 交闪现了，又交闪现了，我操，怎么这么多闪现啊，队友全死完了，兄弟们稳住稳住住，你个吕奉先，我操，敢出来吗兄弟啊，敢出来，敢出来就得让你死在这兄弟啊，刀不锋利，马太瘦，你拿什么跟我斗？兄弟们稳住，等我出山，别太送了，兄弟们，我操，稳一点啊！等我出山，这把随便赢。别等会儿，我还没出山，他妈队友崩完了。
这吕奉先挺猥琐，我不好现在不好意思拿捏他太多次，对吧？太猥琐了，我操，只能慢慢拿捏他。稳住，努努啊！这一波吕奉先死的话，咱们把这个刺甲刷完直接开塔了，不能把这塔逗留太久了，要不然的话拿不出优势来了。溜了溜了，玄车这红区马上刷新了，这一波不要去惹他了。咱们这波安稳清线，对吧？没有误抗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时间点，玄车抓我是一抓一个死，不能给机会。吕奉先又来了，吕奉先啊！整接完直接溜了，我操！玄策马上来，这一波就算能打，也不要跟他换血了，兄弟们。玄策这波蓝区刷完，对吧？他肯定对我有想法的。咱们现在不是玄策的对手，没有反甲之前的话，不要去找这个玄策打架，就安稳发育，找机会。吕布去下上路了啊，小老弟啊！打谁呢？妈呀，还挺会拉扯啊！玄策露视野，这波咱们直接往前走。来上撑，开始撤退。是我的对手吗，兄弟啊？对你没想法，这波直接开龙了，没机会的话直接溜，对吧？开大框他金蝉框，完了，我操，这玄策有点东西，我操，直接给拿捏了。玄策起来对于我们这个后排的威胁太大了，对吧？这把吕布都在草里面，咱们找吕布的位置。开大拉扯一波，啊，吕奉先，哈哈，交闪，交闪，交闪，哈哈哈哈！你交闪先等死呢啊！还想勾引我，来个反向闪现，兄弟们，稳住啊，别死！妈呀！这不队友，兄弟们，撑住，给我守住，他们家有蓝区，我这波反一个蓝 buff， 稳住，稳住，稳住！蓝区马上刷新了，你们撑住啊，兄弟们，我操，别他妈我还没出闪你们就崩了！玄策都乱杀了，乱砍一气了。安琪拉过来，我这波身上也是有这个大招的，不用怕，对吧？我来把这个蓝区给刷了，别一个个送人头，兄弟们，我操，稳住！你他丫的，我操，跟谁亮的吕奉先啊？刀不锋利，马太瘦，你拿什么跟我斗，兄弟？加罗打通关了，你们这波上路稳点就行，别死了，兄弟们，这太多真带不动了。黄忠都要无敌了，妈呀！开龙开龙开龙，在线开龙，节奏稳一点，别急，别想一口气吃成一个胖子，兄弟，妈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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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飞龙在天直接跳走，兄弟们，刀不锋利，马太瘦，你拿什么跟我斗？我操，这一波节奏我带着，兄弟们，我操，快走快走，兄弟们，打完架直接跑六在线发育，你们经济太低了，先发育就行，这把后期得靠我发力的，别急，你们就安稳发育先，前期就有一点小崩啊，我操，这把只能靠我出节奏，兄弟们，咱们就围绕咱们自己的节奏来打，对吧？队友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经济的，经济太低了，做不了什么大事情。咱们至少现在是能牵制住一两个人，他们家这个队伍这个 C 位的。开始撤退，就怎么又打起来了，兄弟们？我操，一拉拉三个，不是吧，兄弟们？咋搞的？快跑！开始撤退。哎呀，兄弟们，一拉拉三个，这鸡巴咋玩？我操，这不他们要转中的这个位置，看一下赵云，看一下我的位置。你小子死不死，死不死啊，直接拿捏，光马是螺旋走位，开大锁出血量，一脚踩住一堆两堆三堆，直接拿捏一群，我操，稳住稳住稳住，吕奉先他妈得死啊，你得死啊，拉扯一手，吕布一失血，我刀还没好这个位置啊，金蝉能来框他吗？可以框到了，直接拿捏这个小安琪虾，我操，这都死不掉吗，兄弟，我操，他妈乱砍一气，兄弟们还得靠我，稳住稳住，推塔推塔推塔，对，现在推塔，黄忠死了，抓紧推，能推塔咱们就推塔，推推塔啥的，中塔中塔，兄弟们，我操，抓紧推，管不了一点就是推塔，推推推，溜了溜了溜了，请求集合，开龙刷野，开龙刷野，兄弟们，开龙开龙，赵云快开龙，赵云，打野别干了，开龙，对对对对，节奏
节奏先稳住先，吕空间还敢找我位置呢，拉扯一手直接溜了，把这个暴君给开了，要不然这一波他们家队友马上来，对吧，咱们这一波抓紧把龙给开完直接溜了，太狠了这帮人，我操，后羿别死，后羿，我操，后羿又死了，哎呀，我操，这帮人是真狠啊，玄策兄弟，小戴玄策，稳住稳住，我马上到，兄弟，中路这个黄忠一个人肯定后面有个这个跟了一手这个江跟了一手鲁班大师的，咱们不好杀，先看一下咱们队友的位置啊，桃里应该有很多人，这不安琪拉也在，托马斯螺旋走位左一手，别往这里走兄弟，很危险，保下黄忠的位置，黄忠一个人这个位置，哎，一脚踩住直接拿捏一个 A2A， 这波他妈雨布跳大新生躲一手，雨布一个人被接走了，中路有兵线兄弟们抓紧来，玄策一死，其他人都是 Hello Kitty 直接来拿捏了，兄弟们，我操，一脚踩住老黄的位置，托马斯螺旋走位躲一手，这个位置没有队友跟我，我不敢乱上，兄弟们，我操，不能给机会，安琪拉有大招的，这个位置尿尿激光要支我，随便支，边打边拉扯，一脚踩住直接拿捏一个再说，冰坛应该是死了，这个位置能杀一个，这波全是残血啊，兄弟们，我操，没有兵线啊，妈呀，吕奉先没有大招，先把这塔拆了，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托马斯螺旋走位躲一手，这个位置回头开大盯准黄忠的位置，黄忠叫炮捞开这个位置，玄策复活了，中路有兵线吗，中路有兵线，兄弟们抓紧来推中，一波了一波了，请求集合，快来快来，兄弟们，这一波我无敌，吕奉先一死，他妈其他人都是 Hello Kitty， 直接来，请求集合，快来快来，五打三还不打吗，兄弟们，等啥呢，冰蚕框他，对，安琪拉很难受，直接拆个高地走也行，啥也不干就拆高地也行，老黄忠你小子干啥啊，兄弟啊，刀不锋利马太瘦，你拿什么跟我斗，兄弟啊，真是行，我操，直接一波了，一脚踩住直接拿捏玄策，还有个安琪虾，兄弟们抓紧来一波，点塔点塔，队友点塔呀，兄弟们，我操，扛不住了，后羿呢，妈呀，你他喵安琪虾还敢出来 A2 直接拿捏安琪虾，直接一波，